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，想往下一个目的地抚仙湖的房车营地，据说非常非常的美啊。但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呢，是我们准备出发之前突然发现，哇，身边多了好多房车，而且这些房车车友们都是说看我们的视频过来的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感觉很开心啊，就大家原来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的视频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玩，特别开心。这边刚刚来了一个慢卡，一个大家伙，是新疆的一个大哥，然后咱们去看看啊。啊，我说在盘龙江河。哎，对，然后我截了个屏，后面我又看他的视频，他直接的视频念出来了，我就按这个抖。哎呦，看来我们的视频发的还是有作用的。有车友过来，哎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哎，我也握个手。哎呀，谢谢喜欢，谢谢。从这个大哥从咱们在新疆时候都看了，他知道咱们去了新疆。原来我们车换车了吗？我一看，哎，我说你们咋换车了？我说。对，前车换了一个。看来我们以后还要多分享这个营地，然后对对对对，其他车友提供便利是吧？对对。这个车得多少钱？看着很酷。这个车买车是295万，洛安牌照320万。320万，哇哇，太帅了！好的车。这个太酷了，这是 C 本，蓝牌，6米以内，这个低了都上爬不上去，你看。这是6米以内。哦，这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座椅啊，就是上下能动的那种，是吧？你感受一下啊，来，你去感受一下，替我们感受一下。这个座儿跟你脑袋是平的，我天哪，这个好高啊！哇，巨无霸这个。这个上这个梯子的时候还哇，你看这个座椅，是弹簧座椅啊。它就把你抬起来了，自动一发动它就抬起来了，哎，它自己把你抬起来，空气空气的，它进气了。上面视野怎么样？感觉我就是大哥，来，我给大家体验一下。这个坐进来啊，就是这个往外看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就啊藐视群雄的感觉。藐视群雄，太帅了，这个感觉。傲视群雄，傲视群雄啊，好看。哇，下车的时候有点害怕哎。那个反方向，反哦哦，背过来下啊。帅一点，帅一点，老公，克服一下啊。一只手啊，哎呦，哎，还是有点狼狈。好车，哎，你看自己回去了。哦，我天。我们那个知名的博主来给你们打招呼了。别，这个大哥也看了我们好多视频，你知道吗？你好。那个，也是。你们从哪儿来呀？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我们总是在这个网上能看着你。谢谢。是东北来的吗？我们是哈尔滨的。哈尔滨的。出来多长时间了？这我们快5个月了。哦，也可以了啊，都快半年了。认识你们也挺荣幸。哎，别的，咱都一块玩嘛，都是玩房车的。新州那个房车那个啊，善那个啊，看你拍的片拍的非常好。谢谢。你们简直做那东西太好看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都。我们也就是自己喜欢，就拍完了自己开心。不是，关键你们好像是会做嘛？你们对我们是纯属于瞎玩。就是认识你们就像老师一样了。别，我们也是，就是想走到哪儿有什么好的呀什么的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嘛。然后，好吃的好玩的各地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小兵我们在那个成都不认识了吗？啊，见了将近10天了。我认识以后，正好他说这儿有一个地儿，完了我们又发现你们还在一起，是，对，那这挺有缘分的，对，确实是。斌哥也是人缘好，走哪儿都认识。他是混合的，他特别混合。对，我们在给我们提供了好多方便，认识了好多好多车友，大家都挺热情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斌哥这个男女老少通吃的感觉。你们年轻做得好，对，我们看你们的视频是一种，就是哎呀。感觉真是享受，大片儿像大片儿似的，拍特别好。谢谢。在重庆啊，拍的多好啊！对，太美了，一下就有动力了。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好好给大家拍更好的视频。对，那就是你们肯定会有动力。你们又这么年轻，又这么会整，这东西确实有点像拍电影的似的。他就是。就慢慢积累嘛，慢慢积累，等积累到一定程度。一说一来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他说你们跟那个雷牙在一块儿，说我们
嫩芽总是在视频上看到一起和嫩芽说，哎呀，这次能见到真人了，说有一会儿见见。我说，他说你们的来拍的就跟电影一样的，没啥意思，说是。他们还喜欢这种视频，我说哎，这有点怪事了。对对对对，但我喜欢你们的视频，我觉得有美感。好多人都不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但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看拍上挺那感觉挺不错的，有些特效呀那些做一做啊，挺好的。反正我们是自己喜欢，我们就这么做。我觉得也我也觉得好。是啊，天天就那一套，早上起来大人啊要睡不着。看来我们有我们的受众，然后其他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受众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路上有缘再见，拜拜，咖啡，再见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啊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有空。好，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更新。拍好的片子，好，因为我发到群里面了。出发，出发，我们要去下一站了。我们第一个接好了车，三辆房车，起航，开挂小分队。